说，睡觉是怎么回事？演戏嘛，不都是假的吗？戏是假的，人是活的。你碰没碰他？没碰啊。真没碰。真没碰。钻被窝是怎么回事？那不是剧情需要吗？你把剧情给我讲一遍。没啥剧情，我刚一上床就进来一帮拎棍子呢，把我暴打一顿。暴打一顿？可不是吗？哦，那我也踏实了。不是智商。妈，您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。二哥，你好棒啊！想学吗？想。嗯，那我问你，我和大哥谁对你最好？嗯，二哥对我最好。这还差不多。我教你。太好了。林总，我出去办点事儿，你要困了就先睡吧，不用等我。不是你打扮这么立正，你干嘛呀？有点私事，走了啊。嗯，那啥，快点啊！哎，你跟谁说话呢？没有，走了啊。神经兮兮的，肯定没有好事。裴总，你跟好汉玩吧，我出去一趟。不是那个大晚上你干嘛去？我约了人，先走了啊。知道，他们看病去了。看病？开车吗？开啥开？破车要坏半路上，这半夜的上哪儿修啊？这智商！二哥。咱们这是要干嘛呀？兄弟，咱们玩一个跟踪游戏怎么样？怎么玩啊？我们俩跟踪他们俩，不能被他们俩发现，我们俩跟踪他们俩。如果谁被发现了，谁就算输，行不？二哥，你再说一遍。我们俩跟踪他们俩，不能被他们俩发现，我们俩跟踪他们俩。如果谁被发现了，谁就算输，懂没懂？你跟着我。哎，大哥不是说去医院吗？他怎么跑电影院来了？这个大骗子！对，他就是个大骗子。我找他算账去。待会儿，先看看他们俩干什么。
跟上。嗯。真好看，好看吗？我咋不觉得好看呢？我没说电影，我说的是你。你到底看不看电影？不看我走了。看看看，着啥急呀你？有劲儿吗？这智商！珊珊，以后啊，跟乾隆尽量别单独出去。为啥？太危险了。不就看个电影吗？有啥危险的？你是看电影，他可不是。他想趁机占你便宜。今天幸亏我及时赶到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有什么后果啊？什么后果？你摸没摸梁山手？我摸的是你的手。摸我手之前呢？不小心碰着了。不小心？真恶心！真恶心！真恶心！这智商！轻点儿，有劲儿没？这智商！还没睡啊？睡不着。生我气了？爱情是自私的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羊入你口。这智商！来，我给你道个歉。别别，用不着。乾隆，你觉得就咱俩这种关系，为了争一个女人伤和气，值吗？你要是觉得不值，就退出吧。那不行，要退出也是你退出。那咱就公平竞争，梁山选谁就是谁。你觉得你争得过我吗？你觉得你争得过我吗？反正梁山迟早是你嫂子。别拿你弟妹开玩笑。这是啥？你说我词儿干啥？
菲菲，哎哎，起来了，哎，太阳都晒屁股了。珊珊，你来了，咋还不起来呀？不上班了？几点了？九点了。几点？九点多了。完了完了，我要迟到了。哎呦妈呀，你们喝了多少啊？我也记不清了，有事儿啊？给，照着这上面的地址去接群演去，然后送到剧组。你不跟着了？我得提前去，前几天的账还没结呢。那你跟群演说一声，就说珊姐过不去了，珊姐夫一会儿就过去。珊你，走了。哎，怎么又回来了？我换衣服了。这智商？什么？签十年？没错，这是董事长的意思。我爸他是不是老糊涂了？人家凭啥签给咱们呀？凭咱们公司有实力啊，他签到咱们公司有发展呢。可咱们又不是专业的艺人经纪公司。以前不是，以后就是了，咱们可以共同发展了。你说的简单，我觉得这事儿肯定没戏。事在人为嘛，有没有戏总得试试吧。要去你去吧，反正我是不去。没问题，我去就我去，这种烂活怎么能让您干呢？郑哥啊，我爸没问我跟江南的事儿吧？怎么没问呢？我都帮你糊弄过去了。谢谢了，不过你最好提醒一下江南，让他在剧组里边低调点，别管得太宽了。明白，我已经跟他说过了，他现在什么事儿都不管。嗯。导演。醒醒！哎呦，江志平，干嘛呢？不拍戏，一个个闲着干嘛呢？等演员呢。夏天呀？不是，今天没的戏，他不用来，等群众演员呢。谁负责群众演员？群点儿，群点儿，珊姐！哎，打我打我打我！我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在这儿。群演呢？那个在路上呢，马上就到了。马上是多长时间？十几分钟吧。好，我给你20分钟。如果20分钟我见不到群演，你也别干了。啊？计时开始。好。忙起来呀！等，忙着，忙着。等一下，郑总，等一下，我想问你个事儿。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。问什么呀？你是不是又想问我还得在这个前台干多长时间呢？嗯。海伦呐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欲速则不达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你明白我啊？郑总啊，好啥好啊？这都几点了，你怎么才来呢？对不起。你说你这一个清洁工，你一天你穿这么立正干啥呀？啊，咱俩往一起一站，别人都以为你是老总呢。你得摆正自己的位置，懂不懂？懂。我马上去换工作服。一会儿把我办公室给我打扫干净了。郑总，昨天晚上我打扫过了。那打扫过了怎么还能那么脏呢？不会吧？会，我刚才吃早点撒一地，咋的？好，那我马上去打扫，快点。真能忍啊！有压力才会有动力。我咋光有压力，一点动力也没有啊？
好吃吗？嗯。大哥好不好？这智商，这还用想吗？到底好不好？还吃吗？好。这还差不多。对了，你是希望大哥当你姐夫，还是二哥当你姐夫？我希望你们俩都当我姐夫。这智商。大哥，能把空调开吗？这车里也太闷了。别着急，一会儿发车就开，先忍会儿。你可真会过。不会过哪行啊，我还得攒钱娶媳妇儿呢。师傅，有俩人找不着这儿，咱们能过去接他们一趟吗？接他们？别人怎么办？就差他俩了，接上他们人就齐了。远不远？不远，我给你指道。上车吧。走了。夏天小姐在不在？我姐在不在你不清楚吗？你看这话让你说的，那她在不在我咋能清楚呢？不是你安排我们在家休息的吗？我这不是怕夏天小姐过度的劳累，所以才安排她适当的多休息吗？谢你的好意，进来吧。珊姐，来了吗？哎，马上就来了。你快催一催吧，那女魔头又急了，正倒计时呢。等会儿。哎呀，还往前走吗？别着急啊，我看看。你到底认不认识路啊？认路，是吧？好像开过了。咱掉头吧。是智商。喂。喂，你到哪儿了？还有俩群演没接上呢，正找他们呢。哎呀，别接了，有几个算几个啊！赶紧往剧组赶啊！怎么了？制片人来了，全组都在等群演呢。哦，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啊。哎，越快越好啊。夏天小姐，剧组之所以不拍您的戏，确实是董事长决定的。可能是出于对您身体的关心吧。谢谢董事长的好意啊。我想您今天来找我，肯定还有别的事儿吧。这个夏天小姐真是太聪明了。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。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估计也不是什么小事儿吧。对于我们来讲是小事儿，对于您来说可能就是大事儿。您真幽默，您说吧。我们斯文影视想把您签下来。签我？没错，我们斯文影视啊，刚刚成立了艺人经纪部，像夏天小姐这么优秀又有潜力的女演员，我们当然要先下手为强了。你们打算签多久？10年。10年？你开什么玩笑啊？我没有开玩笑。也许你们认为10年很长，但这也恰恰说明了我们斯文影视对夏天小姐的重视。我们非常真诚地希望能和夏天小姐进行长期深入的合作。假如只签1-2年的话，我们刚把你捧出来，合约到期了，我们公司看不到任何的回报啊。真不好意思啊，郑总，我暂时没有签公司的计划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有能力经营好自己，签公司太不自由了。
夏天小姐，您放心，假如您签到了我们思文影视，我们一定会给您充分的自由，并且会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包装宣传您。谢谢郑总赏识啊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。可是现阶段，我是不会签任何公司的。啊，夏天小姐，别把话说这么绝嘛。恕我直言，如果你执意拒绝我们的话，可能会给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有什么麻烦？大不了就是不让我拍戏，或者把我换掉呗。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那你就把我换掉吧，这个戏我不拍了。夏天小姐，我得提醒你，事情可没有这么简单。什么意思啊？威胁我？哎呀，这我可不敢，我只是善意地提醒您一下，毕竟签约呢是一件大事，我呀不再给您过多的压力，您再好好的考虑考虑。有什么好考虑的？我姐不是说了吗？不签就是不签。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吗？王兰，您别规矩。郑总，您别介意 啊。不会的，我怎么会和一个助理一般见识呢？夏天小姐，您看这样好不好？您也别说不签，我呢也别说必须签，咱们各退一步，您再好好想一想，等过两天咱们再谈这事儿。那好吧，那您好好休息，公司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好的，您慢走啊。姐，这个合同你不能签。放心吧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三二一，时间到，你说怎么办吧？司机说马上就到了。人呢？哪儿找的司机呀？谁找的？不是我，也不是我，也不是我，是我吧。我现在正式宣布，你跟司机被开除了。啊，哎，叫大春天啊，你别生气啊，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你放心，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啊。愣着干嘛呀？赶紧给他结账，让他走人。这快过去。来了，江主任，来了。没事吧？我见过这个姐姐，我还和她吃过饭呢。别瞎说。我没瞎说，我和二哥还去过他家呢。他家里有个鱼缸，后来那鱼缸碎了，然后那鱼就躺在地上，使劲张着嘴。张个什么嘴？你先闭了。赶紧跟郑大这边道歉呢，快点。你就是江大制片，真威风啊。怎么说话呢？你什么态度啊？那江制片是从美国好莱坞回来的职业制片人，人在国外拍过好多大片呢。行了，你别在这废话了，赶紧招呼大家伙干活去。对，我们要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啊。来，开工了，开工了！来，你们几个把衣服换了。我也要去。去吧，别乱跑啊。江大制片，您别生气啊，今天的事都怪我俩。你们俩什么关系啊？我们俩没啥关系。她是我女朋友。女朋友？啊，对，是我男朋友。是吗？啊，没错。你也看出来了，江大制片，我男朋友他也没啥本事，我们俩在一起就是搭伙凑合过个日子，好不容易在剧组讨口饭吃，你看你要一下把我们俩炒鱿鱼了，这日子可真就没法过了。你那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宰相肚里走航母，你就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你放心，我们绝对不会再迟到了啊。说话呀。江大制片，麻烦您高抬贵手，放我们一马。好啊，那今天的事儿我就不追究了。谢谢。不用谢，我不是冲你。谢谢江大制片。这纸上。哎，
哎，董事长，我已经从夏天家出来了。怎么样？看样子他很难跟咱签约。嗯，我已经想到了。毕竟一个女演员的艺术生涯短暂，他不同意也是可以理解。你跟他说签多长时间？十年呢？如果是一年，你说他会同意吗？一年，那肯定就没问题了。不过如果签一年的话，那就没啥意义了。到期之后他要是不续签，那咱不就吃亏了吗？不会的，我们吃不了亏。您的意思是？你在办公室等我，咱们见面聊吧。哎，好的，董事长。现在看出我在剧组的地位了吧？连制片人都得给我面子，这就叫力度。这智商，你还真以为那江制片是给你面子？废话，不是给我面子，难道还是给你面子呀？你知道他跟我什么关系吗？啥关系啊？他是我女朋友。女朋友？前任女朋友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跟我说过他是什么斯文影视老板的助理。没错，就是他。那这不是从美国回来的吗？什么美国？他原来就是一个饭店服务员，地地道道的 Made in China。 喂，知道了。他找我干什么？谁呀？江大制片人。他不会是想跟你再续前缘吧？门也没有。哎，你注意点啊！注意啥呀？注意，没啥。你去。别玩了，赶紧把这收拾一下吧。等我玩完这局再说。玩完这局，你是不是想彻底玩完呢？什么意思啊？董事长马上就来了，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？董事长要来？可不是吗？你看这前台让你造的啊，乱七八糟的，像什么样子？裴光明呢？不知道呀。严格保守秘密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你抓紧起草一份和夏天的经济合约。夏天同意签约了？正因为他不同意，才跟他玩阴招。什么意思啊？经济合约准备四份，两份一年的，两份十年的，除了时间，其他内容、格式、字体一定要一模一样。明白了，董事长，您是要偷梁换柱对吧？签了字就由不得他了。够狠，无毒不丈夫。
找我什么事儿？跟你商量个事儿。我没听错吧？你现在可是堂堂的执行制片人，跟我有什么好商量？那行，你别在剧组干了。凭什么？你在这里会影响我工作的。你干你的，我干我的，我怎么影响你了？你不觉得咱们俩见面很尴尬吗？尴尬的是你吧，我又没做亏心事儿，有什么好尴尬的？开个价吧，多少钱你才能离开这儿？江南，你不要以为有钱就能搞定一切。我乾隆虽然穷，但是我穷得有骨气。就是说你不要钱呗？凭啥不要？100万你能给吗？不能。给我也不要。如果你答应我一个条件的话，我可以让你留在这儿。什么条件？管好你的嘴。什么意思啊？不能和任何人说咱们两个之间的关系，也不能说我以前的事儿。如果你能保证我可以看在咱们两个之前的份上让你留下。你放心，我才不会说这些破事儿的。我先含着。跟你女朋友也不要说。女朋友？那个群头不是你女朋友吗？对啊。怎么样，比你强吧？你没跟他说什么吧？没有啊，有什么好说的？记住，如果你让我下不来台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，包括你的女朋友。江南，你真的变了，我都快不认识你了。人都是会变的。记住，一定要把签约时效那项放到合同的中间，尽可能把字弄得小一点，内容越丰富越好。等夏天签约的时候，想办法把10年合同调包给他。剩下的事儿就不用我教你了吧？明白，董事长。如果我没说错的话，您这招叫狸猫换太子，釜底抽薪，对不对？没错。这事儿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包括傅斯文。放心吧，天知地知，您知我知。谁？老裴。老傅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来找郑总谈点事儿。你在这儿干嘛呢？我打扫卫生。我俩刚才说的话你听到了吗？你们俩说什么了？没什么。老裴呀，你怎么这身打扮呀？打扫卫生穿这身方便。啊，对了，董事长，忘跟您汇报了，老裴现在是咱们公司的清洁工。什么？太不像话了。老裴是我的朋友，你怎么能让他做清洁工啊？这不是让别人戳我的脊梁骨吗？董事长，这事儿不能怪我，是老裴自己要求。是吗？啊，对，是我自己要求的。那也不行，赶紧想办法调整。好的，董事长，我一定尽快落实。老裴啊，我和董事长说点事儿，你先出去忙吧。好的。听到我们说的话了吧？应该不会吧。那女的跟你说啥了？
啥也没说，就说让我保守秘密，别把我俩的事说出去。还有呢？没了。那我骗你干嘛？那你恨他不？我恨他干啥？我还得谢谢他呢。谢他？要不是他把我甩了，我怎么可能误入歧途跟你走到一起呢？误入歧途？误打误撞。其实你应该感谢他。我谢他啥？你得谢谢他，把这么优秀的我转让给了你们。我才不稀罕二手货呢。这智商。消息吗？没有。你说他们会不会真换演员啊？换就换，现在我已经不在乎了。要是每天能回来这么早就好了。想得美！今天是没夏天的戏，要是有他想回来这么早，门都没有。还是当演员好啊，想什么时候歇就什么时候歇，不像咱们，让你歇都不敢歇，歇了就挣不着钱了。当演员好啥呀？不成名不成腕一样受气。那你说，在剧组干什么不受气啊？要是让我选，我就当导演，受气我也认。你当导演咋的？不行啊。你要能当导演，我就给你干副导演去。副导演你会吗？有啥不会的，不就是瞎喊吗？预备开机，开始，停，过，好，就这两下子两好汉都能干。大哥，你让我干啥？副导演我不会。会吃饭吗？会。会吃饭就能干副导演？啊，别听他的，走回家姐给你做饭去。我要吃饺子。姐给你做饺子。哎，对对，饺子好，好吃不过饺子，好玩不过包饺子。董事长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事做得天衣无缝。斯文集团我最信任的人就是你了，好好干，我会提拔你的。谢谢董事长栽培。后面的项目进行的怎么样了？正在挑选剧本，这好剧本太少了。抓紧呐，一定要提前打好基础。新项目才是公司的生命力。明白。董事长好。你好。裴光明在哪儿呢？我想跟他说几句话。
处事要低调，做人不能装，人无且日好，花难百日香，相逢开口笑，何必费一思量。若想钓大鱼，馅儿要放得长，只有登高处方能远眺望，遇事莫逞强，以肉能可刚，心中无牵挂，胸怀才坦荡。这世上教你这智商，聪明反被聪明误，自己总受伤。这智商教你这智商，不如一世最难了，自嘲最漂亮。让人非我弱，得失莫张扬，处事要低调，做人不能狂，人无千日好啊，花难百日香，相逢开口笑，何必费一思量。若想钓大鱼，馅儿要放得长，只有